大家，我是小赖，目前所在位置在广东梅州高山上，这边发现一处世外桃源，那个山好高啊，看一下，这边有个房子，然后这边是没有人居住的，这算不算是一个骑楼的一个风格呢？两层的，这边种了好多百香果，然后这边有个小小的一个围笼屋，然后这里有个池塘，哇，这个水好清澈，这边应该都是山泉水啊，你看山好高啊，看一下这个两个门神啊，尉迟恭和那个秦叔宝，哇，喂，忙子，哇，这个房子门口摆了这个很多柴啊，这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们过去看一下啊，里面就是这样子的，也是没有人，然后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，世外桃源啊，这两棵李树啊，种了好多李树啊，这里啊，你看看到李花了啊，有点李花在那里，哇，然后这边有一片果园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哇，掉在地上没人摘啊，哇，这边还有棵菜园，还有个菜园，种的是一个萝卜。哇，这个橘子啊，掉在地上竟然没人摘，好像前阵子被这个霜啊打坏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来摘个吃一下。啊，哎，这个好像还有点好的，我们拿下来。哇，这个。这个世外桃源啊，这个世外桃源啊，遍地水果没有人摘，哇哇，这个都掉在地下了，哇，等一下摘一个试一下，哇，我们摘一个试一下，哎，哇，嗯，看谁呢，嗯，美，嗯，不是，哦。